下一条新闻看一下，桃花小妹杀青宴。桃花小妹在经过将近半年的拍摄后终于杀青了，而日前办了杀青宴，大伙都很依依不舍地争取最后相处时光。不过曲导也趁杀青时点出平常的 NG 王，要他来干杯跟其他演员赔罪。还敢不接啊？对，是我吗？我 NG 最多次吗？是吗？哦，真的是我。那我他口音问题啦，我一直在说他的口音啊，口音问题还有一些咬字问题。那酒我已经喝完了，处罚自己了，哈哈哈哈。好了，来啊，谢谢。那这杯就是向所有的演员们，就是说对不起，因为如果是因为我 NG 的关系，让你们在戏里面吃了不少苦头的话，这杯我全喝了。哇！戏终于杀青了，让戏中许多演员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尤其因为拍摄《桃花小妹》，让王心凌唱片戏剧两头忙，现在可以全力的投入唱片宣传了。终于发片了，然后前阵子因为戏跟唱片有叠在一起，所以有比较忙碌一点，但是今天又可以看到大家真的很开心。不止我发片，静伦也发片，上面有一个脸很红，让我脸红红。除了心凌，黄静伦也终于在十二月戏杀青后要发片，两人同在十二月发片，却不怕在戏里的好交情因唱片厮杀而影响到。有什么好厮杀？唱片这不景气，十二月就看我们两个了。真的是这样讲。我今天有给王心凌一个小惊喜。真的？我还拿来。这是情谊商品，大家兄弟一场，十张唱片的专辑。说一下这个过程，就是有一天，要收。话说有一天收工的时候呢，心凌就问我说。会支持吗？我是说，当时我就放话说，我一定会支持。李佳颖现场拿出的十张 CD 让王心凌感动不已，但丁春成这些桃花哥哥们也不甘示弱，要来赌注。心凌呢，跟我的交情只有十张吗？太小看我了吧？说什么我也算是个小开界的一个卡桥之类的。我觉得我们大家用竞标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对，好不好？这样很棒吧？我先喊，去把那台 Yaris 开出来。那台 Yaris 蛮大，不是小五十哦。没有，好，我个人丢20张了，喊一下好不好？大家，今天你1800万差，你1800万差几万，剩下哥哥包了。哇塞！真的假的？差多少？哦，没有，因为他已经过1800万了。而今天的好气氛，黄静伦也顺势拿出高以翔的写真集要他签名，但高以翔的小红豆话题却让大家拿出来亏。小红豆不错啊，小绿豆也不错，要不然那个五指葡萄能看吗？直接翻39页啦。39页，你还记住了？对啊，对啊，这几个东西自己应该了解。哦，觉得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很性感，很好啊，对啊。很性感，很好。可以遮一下吗？对啊，对，18岁以下不要看。看大家玩得这么愉快，曲导也要大家记得支持每周日晚上的《桃花小妹》，剧情会越来越精彩呢。也就是以往就是长官都会说哪里要修掉，哪里修掉。他说从第10集开始，他就觉得说不用修，太好看了，所以大家记得要看。大家一定要收看什么？桃花小妹。吴佩仪、杨逸华的采访报道。